Hello， 姐妹们，桶装的火鸡面啊，今天吃七连桶。有没有跟小小一样特别喜欢吃火鸡面呢？这个桶装的嘛，外出带着特别方便啊，冲泡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看我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好辣。来口汽水压一压。太过瘾了。越辣越想吃，这有点烫，这里边水没倒干净，吃这个。这也挺烫。最后一桶吃完，给小小来个双击啊！谢谢大家。